哦，你的行李啊那么多，里面是什么？衣服啊，都准备好了是吗？好了，下呀，我们准备去玩。昨天睡好吗？昨天晚上睡好吗？好啊。好啊。还以为可能可以去玩嘛，睡不着的。Hello， 大家好。Hello， 大家好。我们团队现在准备去西贡了啊，然后呢，我们准备行李吧。我们今天要去河内，然后去岘港。我们就一路喝吃玩吧。要两天吧。两三天了吧？我们去西贡的话要一千，从这里要1972公里。对，我们主要是在南方旅行的，旅游的。这是什么？先去哪？这是什么？4000万人民币，差不多一万二人民币啊。就是我们的路费，路费和吃饭、吃油、拍视频的那主费的吧。喝奶茶。你们准备好了吗？好啊。昨天晚上睡好吗？睡好。睡好啊。给你们看一下这地图啊，就是从我们北越，然后最到最后越南的，就是胡志明啊。这里是越南最后的是甘茂啊，对，是甘茂省。哎呀，你们今天谁都穿很漂亮啊！你的帽子呢，小米？我没有。没有帽子啊？不要吧。因为它太白了。不要。年纪老的人，它太白不能不要呀。不要了。哦，给奶奶吧。好了吗？我们准备出发了。好的。好了，出发了。俊哥，我们打算去了几天？几个星期？最少是两个星期，最多是三个星期。三四个星期，一个月吧。差不多一个月。嗯，走了走了。走了。第一次自己开车去这么远的地方旅游的，我跟俊哥后车帮忙开车吧。Đâu vào liêu mà nè. Thằng nó ta bảo là sao sao kia hồ, sao kia. Như tôi nè. Tại như mình nè. Thôi, tao biết mày trắng lửa. Không phải nha. Phải như tao. Ồ, căng căng好了，我们到老街了，现在呢，我们去吃午饭吧，然后休息一下，去吃午饭了。吃饭才有力气去旅游旅行的。哎，去吃饭还要戴帽子啊，小猪？我忘了，怕太阳了是吗？吃饭了，我们的饭来了。今天我们吃鱼汤啊，酸的鱼汤，空心菜，糖醋排骨，还有五花肉啊。喝酒。啊，现在是中午啊，现在是10点吧，10点多。然后我们现在吃了，到晚上才可以吃，才吃饭呢。吃饱啊！要吃饱。吃每个人吃三碗饭。
Thank you. 好大啊！太多了。哎。安多了没？啊？全吃完。吃吗？有。我们就把八十块饼蒸了，八百。大家吃饭啊！哟，干杯！一路一路平安。祝我们团队一路平安。这个好吃啊，这个是排骨素，糖素排骨。走下来吧，哥。这个这样。要吗？ngon không? Ăn cái rau muống hợp lắm. Hello, xin chào, của mình đã thoát tôi bài chiều chuẩn bị sang Cao Su Lu, chuẩn bị chủ phá truy lùi dấu. Giao thông công an. Giao chính.我们已经开车了大概多两百公里啊，对啊，大概200公里了，现在是差不多下午一点了，开车三个小时了吧，看到空的不可以的，看看多少钱车哦，那的喊了啊，我们去高速路要多少钱呢，军哥？总共记得在这里，20万越南盾，20万越南盾，大概200公里，200公里大概60块人民币。对。哎，我们到了，就是福寿省嘛。福寿省。漂亮啊！坐车累吗？不累。不累啊，他们睡醒刚醒啊，他们可以睡，我和俊哥就不能睡的，等我开车然后你睡吧，不敢开去田里是吧，是不是我开去哪里都行，这是车的路，你的路是在哪里啊，哦，那边养好多鸭，这边这里啊，哦，不要那个鸭，去家，这边就有，这里也更多，你看到那条汉的，那么可爱，这边哇，这边有好多鸭，有吗？你看到那条汉的，快点吧，哇，这孤的，哇，好看，好大只呀，嗯，这里抓鱼。抓鱼，然后再这么牛高了没有？很多牛比特，那比那来标特。这路啊，他们卖很多那个奶啊，牛奶和羊奶。这是河内的巴比。巴比对，巴比县的，去喝一下牛奶和羊奶吧，还没喝过羊奶。这是什么？吃饱还是吃饱？吃饱
我们热什么？热牛奶。牛奶啊？不敢动，那么远。不敢动，不敢动。来这里休息一下。开车也挺累的吧？我静哥开车也挺累的。我们过来这里喝牛奶。5người。来这里休息一下。小猪喝羊奶还是牛奶？牛奶。牛奶。牛奶吧。啊，这是饼的吧？奶的饼。奶的饼，牛奶的饼。对啊，得闻个色，闻个色。每个人喝一杯。尝一下这个奶啊！哇，这里很出名的那个奶，牛奶。对。那巴黎人吃了有啊？哟。好凉快啊！请大家。啊。好饿。好甜的。ngon 呢。ngon。凉快。这条路吧，两边都是卖牛奶，可以羊奶的。每家都是卖牛奶和那个羊奶。这边都是卖奶的，这里是河内巴比。奶，那是卖奶的。人奶，哇，好多奶啊！你们看，哦，人奶，人奶，都是奶，都是奶，美女的奶，有吗？没有，没有，没有，我还以为有，没有，帅哥的奶，帅哥的奶，都是卖奶的啊，蛇。现在来到了和平省啊，刚过河内，然后就来和平省，现在准备去清华省。我们开了300多公里了，到清华的话要到晚上，还有100多公里。现在是4:30啊，可能到晚上才到清华省。到清华省，我们就找个宾馆，然后休息。这边他们是卖那个石头，卖石头啊，都是做这种生意的，很好看的那个石头，桌子。我的车那个轮啊，那个气坏了啊，这个右边的后面啊，气现在是啊。刚才是250，现在是230了，现在要去看一下。啊，有个这个，我看清楚吗？怎么办？现在我们在和平省吧。快到那个清华省了。哎，我们到这里修车的一家了吧？来这里修一下。累吗？累。现在累了吧？热吗？不热。不热。在
去那边休息吧。等修好了，我们就去吃啊晚饭吧。还好我们看到了，俊哥。还好拿到。哎、啊，这个看到吗？啊？在别。很长的。那个钉啊，好的呀，哇，这个很长的。钉钉多呀？对哦，啊，刚好我们知道的，太危险了，这关要注意一点。车轮已经修好了，再呢，去休息吧，俊哥。好了，上车吧。修好了，上车吧。再去找宾馆，我们休息，然后去吃午饭。